在小学堂旁边呢，西边的慈惠堂，慈惠堂呢活动呢，哦，刚好在小学堂有慈惠班，那慈惠堂也有活动，昨天就有在诵经活动了。礼拜六是那个伦理班，就有看到要诵经了。哦，今天礼拜天，哦，有这个有活动呢，看。哦，慈惠堂，刚好要吃金母，要吃金母。办事人脸，你看我子女人脸都穿蓝色衣服，象征青阳旗的。那一贯道道亲穿白色服装的，象征白阳旗的。青阳旗像莲花的叶子，红阳旗像莲花的花，白阳旗象征莲藕，有了结果的那个莲藕。这个国也好听，好听。这个国也好听，像那个哦，南化玉山宝光圣堂那个国乐团，哦，国乐团演奏也都很好听，还是要演奏这个圣乐，演奏这个国也很好听。三宝光圣堂国乐团哦，演奏都很好听，也有好像也有演奏这一首，音乐很好听。边一贯道的爱香佛堂，那西边是慈惠堂，慈惠堂比较早，慈惠堂算道教的，供奉瑶池金母。你看那子女人脸穿的绿色蓝色，象征青阳旗。一贯道亲的子女人脸穿白色的，象征白阳旗。还有不错，从青阳旗到红阳旗到白阳旗，现在白阳旗，白阳旗呢，象征着大道普渡的哈，渡天朝地朝人朝三朝普渡，是宗教有劝善的功能，还是要尊重。